各位同学，各位网络学员，后各位我们线上的工程师，大家好，我是台北科技大学机械系许东亚许老师哈。那我们这一门课呢叫做精密机械控制。那我们前面呢讲了很多哈，那这一章呢最主要讲驱动源跟动力的一些转换的一些过程。那在 3.6 呢，我们开始要介绍哈我们精密机械控制里面马达的一些特性回顾。那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关于步进马达、伺服马达、线性马达，那我们这一章呢，最主要是说将这三个特性呢，把它做一个整理，让大家呢更清楚说我们在选用马达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哦。那如果各位同学哈对对有兴趣，那请你们再返回看前面几个章节，你们就知道说伺服马达特性是什么。步进马达的特性是什么？线性马达的特性是什么？哈，那只是说我们这一章啊，再简单的整体来回顾，一下，让大家知道说，它的整体特性的比较是什么？哈，是什么？好，那我们也有讲过哈，我们精密机械控制里面非常常用的就是伺服马达。那伺服马达的特性是怎么样？哈，我们刚才有讲过了哈，就是有回受，它有整定的振动，就是说。马达在那里，因为它是读后面的 encoder 给驱动器，驱动器才叫马达要不要动作哦。所以当你有一些杂讯啊，有一些小小的微震的时候，它马达通常在那里就有一些微小的震动。那这个微小的震动呢，当然有时候你肉眼看不到哈，有时候你肉眼看不到。那肉眼看不到，什么时候可以看得到呢？当你在做影像处理、高精度影像处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哦，那个影像会模糊的，这样飘飘飘，会微飘。所以我们很多人就觉得伺服马达呢它并不适合呢坐在影像处理的设备。好，这个是呢，所以各位同学你在选马达的时候，你只要做一些影像处理的设备的时候，你这个要不要选伺服马达呢？各位工程师你就稍微考虑一下哈。那伺服马达有一个价格当然比较昂贵啦哈，然后另外一个伺服马达的控制方法比较多样。那我们前面有讲过，它可以用脉冲式控制，它可以用电压控制，它可以用扭力控制，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伺服马达呢不错啊，它有这个多样性哦，没错。所以各位同学，你如果觉得说，它要扭力控制，那你没有别的，你就选伺服马达。那它可以电压控制，它还可以哈、然后所以它比较合适，比较长行程的距离。那现在伺服马达用最多的哈、还是在我们的工具机产业哈、工具机产业，像各位同学，你如果在外面做工具机的话，你大概都会了解哈、我们的伺服马达跟那个驱动器是绑在一起的，跟那个 CNC 的控制器是绑在一起的哈、是绑在一起，所以它是整套的设备。那我们泛用型的话，大概是我们自动控制或是工控常用的哈、那伺服马达它提供了非常多样，它可以从老师有讲过，它可以从20瓦甚至更小小瓦数，一直到很大瓦数的都有，几 K 瓦以上都有哈，都有。像你们如果看到那个大型的那个机台或是工具机的话，你就知道说哦，那个就非常的昂贵，那个马达真的很昂贵哈，真的很昂贵。好，那所以呢，伺服马达大概有这些特性。所以各位工程师们，你们如果知道说有这些特性，你们在选用的时候要小心哦，要小心。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步进马达。那老师也讲过，我们在前面几个章节也讲过，步进马达的一些特性哈。步进马达，第一个它是无回受，它没有什么回受哈。第二个，它不会有整定的振动，就是说你不给电，它就一直停在那里，它基本上它就停住就停住。第二个呢，它影像处理设备非常常用，因为它不会震动，所以影像停在那里，影像头停在那里 ，CCD 停在那里，停在那里，它不会因为震动而造成影像会模糊，不会哈。第二个，它的价格相对的便宜，我在这里如果以相同，出力量来看的话，它大概是一般的伺服马达的1/3的价格，所以它在价格上是相当有魅力的哈，所以它的价格便宜。第二个呢，它的脉冲控制方法很简单，因为老师有讲过，它可能有2批控制或1批控制，它全部呢都是叫做数位控制，所以对数位讯号来处理就很简单，所以我们很喜欢用步进马达，这个在产业里面呢，很多人喜欢用到它。那前面一章节老师有讲过，
老师在看那个一般的公共设备的时候，或是一些自动化设备展的时候，发现步进马达的多样性越来越多。那也曾经提到过说，步进马达，可能会有一部分会取代伺服哈，所以各位同学，大家可以在网络上看看哦。那步进马达也比较简单，那适合小行程、小距离哈，小行程、小距离哈。然后它的驱动器小型，而且很容易安装。那步进马达基本上可以做很小颗哈，可以做很小颗。目前像在电脑里面的那个 DVD 的光碟机那个读头。那个读写头，那个驱动器，那个就是步进马达的应用之一哈，应用之一。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在选什么时候要选步进马达呢？基本上你在做影像设备，然后你的距离短的时候，然后你可以做很小颗的时候啊，然后它价格很便宜，你就可以选步进马达哈，步进马达。好，各位同学呢，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线性马达。那老师有讲过哦，线性马达基本上它也是一个我们精密机械控制里面非常常用的马达之一哈。特别是因为线性马达有回收，它没有螺杆的背隙，所以它的定位精度很高。那当然了，它的价格也是昂贵的哈，也是昂贵。那因为它的速度很快。那适合很长行程的距离，所以各位想说哈，如果说你要走长行程的距离，特别是在半导体要 wafer 要送很远的时候，那各位同学没有别的选择，你就是要选择线性马达，因为它的速度快啊，它的定位精度高啊，但是呢，它相同的它轻负载，就是说你在送这种搬运的 wafer， 因为它很轻嘛哈，它不用太大的力量，它线码就可以走很快。可是，当我们要做很重切削的高速切削的这种重切削的工具机的时候，那线码呢就可能比较不合适。这个可以给各位工程师，大家可以想一下哈。那你如果使用在日轴的时候，那你就必须要支撑哦，你后面可能要配重啊，前面可能要用汽油压把它撑住啊，这些都是你们在设计的时候应该要注意的哈。那这是所谓的线码的特性。那老师一再强调，因为线码哈，目前会比较昂贵。那线码可以一直用接的方式哦，就是一直接很长，它接个十公里也没有问题啊。只是说你接那么长，精度就越来越难抓哈。我的想法就是说，其实线码它可以用接的，可以接你要的长度，这些都没有问题哈，这些都没有问题。好，那在这里我呢，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重点回顾一下哈，我们介绍了步进马达。伺服马达、线性马达等等，在精密机械控制的一些特性给大家知道啊。这一章只是回顾说，三种马达在比较的时候，你们应该要怎么选择哈？你们应该选择，然后还有选用马达的时候，你们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哈？注意哪些事项？那基本上呢，我们精密机械控制驱动眼跟动力眼的构成呢，我们大概这里讲完。那各位同学呢，如果对精密机械控制，特别是动力眼这一部分哈，如果有兴趣，你们可以回顾。回到前面，老师有，从头一直讲到说，我们整体在做动力眼控制，我们怎么选用马达，然后马达的特性是什么，你们大概就可以了解啊。如果是机械系的同学，大概就应该知道整个特性；如果非机械系的同学哈，或是你们是读资讯的话，你们来看，你们大概就可以知道说，原来特性大概就这样子，可以渐渐的理解哈。那欢迎呢，大家呢继续跟我们学下一个章节。